听讲海运大厦多咗一个新嘅观景台，可以睇到270度无敌大海景。想知喺边？快啲跟我嚟啦！呢度有两个平台，加埋有成13000尺噶。等我睇下喺呢一度望到啲咩先。有尖沙咀、湾仔会展、摩天轮、IFC， 仲可以望到 ICC 添啊！呢度就系有草地嘅观景台啦。呢一啲系真草嚟噶。呢度睇日落真系好浪漫、好靓啊！如果可以同埋男朋友一齐嚟，就一定更加 sweet 啦。如果系揸车嚟，就可以直接泊架车喺海运露天停车场，落车行几步路就已经到海运嘅观景台噶啦。呢一度嘅观景台设计就好似游轮一样，一层一层嘅，而每一层嘅观景都唔会阻到下一层噶。